大家若听到郭大哥、郭大伯的为什么吼，我的心情的迄个吼，那讲深海波浪吼，就亲像海鹰的军家。这个人我真尊重，啊，我嘛真感谢伊。有一届功夫呢，阮爸爸迄天答应吼一个演出，阮爸爸共答应的，啊，这吼甲我通知啦。啊！伊唔知影讲吼，人个动机吼，拢事先早就摆好啊。好，伊人答应这个，答应迄个安尼啦。啊，老爸我也袂当念呢，免喏。啊，伫这个情形下呢，人有个人的动机呀。我伫个无可奈何的情形下，我好找过大刀、过大伯呀，伊一个随甲答应。家己其他的动机吼，算。无摆开啊，都吼敲卡后壁，敲卡头前啊，时间挤出来安尼啊，安尼赶。啊，刷入去呢，伊先讲迄是阮阿爸吼，甲人印的工课啊。伊吼应该得爱偌济吼，伊也无爱甲挤到遐济安尼，因为阮爸唔捌人个行情，我白印嘛，真吃力。啊，佫有一届，我都有一个场面啊，伫咱高雄的一间大饭店吼。算讲伫咧庆祝，啊！迄天我会记个过大哥呢，过大伯伫咧台中的表演。啊，算到讲吼，伊做这人情才大服务啊，啊，所以我有欢喜的场面呢，我嘛希望伊知影。啊，我就拍电话甲讲，要你啊安尼哦，我讲吼，我吼即摆才唱山吼，我随赶高铁的落哈，啊，恁吼踮迄吼饭店遐等我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安尼，真有感情的一个人，有情有义啊。啊，就安尼一届无彩吼，变成所有伊的好朋友，包括吼伊的歌迷，永远的怀念吼。感谢你收听咱这个节目，啊，我进行咱的。